台湾第一颗自主研发高解析度遥测卫星福卫五号，预计台湾时间8月25号凌晨2:50在美国加州发射升空。五号最大的特征就是到现在我们终于突破了，就包括我们的主观测的这个所谓叫做遥测筹载100%自制。福卫五号如何执行国土安全防灾勘灾，如何带动太空产业？请锁定8月24号，有话好说。